的排球队凭借坚韧步伐和奋勇拼搏的精神，他们重新夺回了破局17年之久的世界冠军。中韩女子排球队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胜了俄罗斯队，获得了奥运会女子排球比赛的冠军。中国队拿到最后一分冠军，中国队重回世界之巅，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。12年后，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，3个奥运会冠军，到现在是10连胜的成绩，提前一轮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。